迎回到蜜蜡频道，很开心呢，今天又有一个客人在波特山庄订了土耳新房，即将交付了。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呢，是2023年全新竣工的三 T 户型，五房五点五卫，5000多尺。那三 T 呢，一直都是华人的挚爱，因为它进门呢，不只有高挑的客厅，就连用餐和主要生活空间呢，也全部都是高顶。全套房的设计，再加上各个空间都很好的功能分区，使得这个户型呢，变成这个社区最最热卖的存在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去里面验一下，看看托尔刚交付的新房到底长什么样吧。我们这一栋房呢是属于景观地块，那很多人都质疑，如果是景观地块，我门前看的是什么样的景啊？那这一栋房的前面呢是属于下一排的小山坡，因为整个 Westcliff 呢是呈山丘状的，一直向上递增的这种地势，所以每一栋景观房呢，它的上一排都全部是其他的景观房。那南边呢便是很漂亮的景观了。那托尔这边呢，大部分的景观是朝东南的，尔湾的大部分景观房呢是朝西南哦。沿海岸线的这种现代外观呢，大门全部都是这种玻璃磨砂型的，非常的舒服哈。那进门呢，它的走廊很宽阔，这个走廊呢同时走四五个人不成问题了。那进门的这个走道呢是属于21尺的层高，那客人在这边呢其实做了一些额外的张身 box， 日后呢其实可以接一些大型的这种 chandelier 吊灯来增加整个房屋的氛围。那楼梯这边呢是包在客厅里面的，所以进门完全看不到任何楼梯，非常好的风水。那我们这边一楼呢全部都做了升级的白色的地砖，会有一点冰雪世界的感觉了。这个户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这一整面的高挑的生活空间，客厅在这边，餐厅在这边，而且这一块的层高呢全部都是21尺的，再配上全景的这种升级的观景拉门，这个空间平时是非常舒适的，天气好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日光浴哦。后面的电子壁炉呢也是科尔的额外的一个升级，那现在的电子壁炉呢并不是用于取暖所用，大部分呢是为了装饰。那电子壁炉这边呢是可以调制颜色的，蓝色啊、紫色啊，各式各样的颜色你都可以去调制，再配上一些内置的这种环绕音箱，所以整个空间呢如果办个 party 什么呢是非常漂亮的。那因为我们波特山庄呢是近洛杉矶大概28英里的地方，那这边呢其实很多的租客人群、入住人群呢都是 LA 那边的从业人士、金领啊、明星啊，或者是二三线的明星啊，包括一些球星、运动员也都非常喜欢这个社区。我们这一栋呢准备上市出租，所以过户之后呢我们会马上处理上市。在美国呢做新房出租的时候，你并不需要提供任何的家具，那你需要配备一些相应的电器，比如说冰箱啊、洗衣机啊、烘干机啊，这种是常见屋主所需要提供的。但是家具呢，因为美国的房客全部都会背着家具前行，所以说如果你提供家具的话，在波特山庄这样的位置呢反而会不好出租哦。这个厨房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托尔升级，而且颜色选择呢是十分的大胆的。厨房的岛面呢采用了加厚式的流水瀑布性的4块石椅相拼，那这一种整体的氛围呢非常的有个性。橱柜这边呢也全部都是升级款式，如果你不升级橱柜的话，托尔的标准会有4色选择，但是大部分的客人呢他们会选择一个有个性的颜色，所以说也会搭配自己喜欢的这种木纹啊，或者是颇具现代感这种银质把手等等吧。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一般出租房来说，你所要提供的厨房的家电一定要齐全，比如说我们油烟机啊、炉头啊、烤箱啊、垃圾处理器啊，还有洗碗机，这些全部都是新房的标准所在。在美国呢这一种家具也叫 fixer， 那 fixer 的意思呢就是它和所有的房子是连接在一块的，你每次转卖转租，那这些家具呢都是跟着房子走的。像是其他的桌子啊、椅子啊、沙发啊，这种呢就属于私人物品了，这种家具呢也是我们租客每天会背着走去找房子的时候一起带的。那我们这个厨房呢其实做了很多拼色处理啊，比如说中岛是黑色的、黑金的，旁边的这一些岛面呢做的是白色的，带有花纹纹路的这一种石英石，那花纹里面呢也有一点点黑色的花纹，所以整个空间呢可以相呼应。背景墙这边呢我们做了6角菱形的这一种像雨滴式的设计，所以整个空间的设计感呢非常的不错。
厨房岛面上呢，我们还做了额外的三个筒灯，如果你日后喜欢去挂一些小吊灯，去增加一些室内的这种软装温馨感，也全部都可以安排起来哦。那这个户型呢，它是没有一个单独的用餐区间呢，因为它的厨房正对的这个区域呢，便是你的用餐室了。之前呢，带你们参观过三梯的样板房，那我们前段时间呢，也售出过一个相同的户型。布展走下来呢，这个空间你会发现非常的宽，而且实用感呢是非常的好的。这个楼梯呢，便属于托尔的标准楼梯，我们并没有做悬浮楼梯，因为这个户型的设计呢，楼梯是包在里面的，所以完全去不需要去做一些悬浮啊。那后期去做上这一种地板，其实铺起来效果呢也是蛮好的。我们现在教的呢是托尔标准的这一种墙壁的颜色白色，那一般建商呢也可以给你升级全屋的油漆，但是其实蛮贵的，大概要10000多美金，而且你只能选择一个颜色。三梯的户型呢，一楼是有一个卧室套间，另外有一个额外的办公室的。那建商这边呢，其实有一个升级选项，便是把这两个空间合在一块，做成一个一楼独立出入的 Next Gen 一房一卫的户型。这个户型呢，其实在尔湾就会非常的实用，在波特山庄的这边你可以采用额外的住法，因为大部分住在波特的人呢，他是不会去做一个分租的区域去增加额外的收入的。那这个空间呢，我们这边其实也铺了延伸的这种大理石瓷砖啊。那如果你在做装修的时候，一般如果空间感就是走道和卧室里面延伸出同样的这种建材，会使得整体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明亮，而且如行云流水之般把这个装修也做到非常不错的存在了。这栋房的景观呢非常的好，那新房交屋呢，一般后院呢建商只会给你土地，那他们呢也会预留这种下水的这个渠径哈，所以后期你找园艺工人做园艺的时候，切记这个水泥啊道路啊都要按着这个排水的管线走。那因为这个社区呢，很多人都是喜欢私家泳池的，所以说在后院修建一个泳池也是很多人非常热爱的一个选项哦。那远处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波特的城市全景的，波特这边呢有几个高尔夫球场，在我们这边都看得到哦。三梯户型的二楼呢是呈一个回字形，那每一个角呢都会有一个房间，那这边呢它的高顶空间可以站在这个走廊看到这边，那旁边的这个墙呢，二楼的这个背景墙是属于它的标准，很多人在选托尔的时候去样板房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墙的，那其实自然的采光窗看起来它的这个光线带的也是蛮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外面呢是有一条电线，也是托尔在施工时的临时用电，带到这一边建完之后呢，这些临时的 PO 全部都会拿掉哦。二楼的主卧呢和样板房不同，它是在左边的，所以户型呢也是相反的。如果你选新房的时候想要跟样板房相同的走向，切地选土地的时候要选没有标记 R 的。R 的意思呢就是 reverse， 也是相反的意思啦。那我们这边的主卧呢是超级大的一个主卧，那原本的主卧空间呢大概就是这一边，额外的这一边呢是属于我们增加出的建筑升级，这个空间呢大概加了200尺的面积，所以我们这个户型呢一共增加了两个结构升级以增加面积，这个尺寸呢大概200多。楼下在厨房后面呢，我们也是把第三车位包成了额外的室内面积，大概也加了150尺左右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户型的总面积最后呢应该是在5200-300尺。在美国买新房之后呢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大概的建筑面积，你呢可以等你的评估报告上面会有写，另外呢也可以去看郡县的 tax record， 那可能在你买房之后几个月到一年也会更新，那这样呢你可以拿到更加准确的信息了。主卧的浴室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浴室，之前我带你们去看2018 Liverpool 那个我们售卖的房子呢也是同样的户型，不同于那个房子的装饰，我们这边呢沿用了这种白色的地面、白色的台面加上深色的橱柜，创造出这种对比感，很是舒适哈。这间淋浴房呢也做了很多额外的这种瓷砖升级，包括那边非常贴心的做了一个可以坐着就是 sitting area 的一个淋浴的空间。那这边的衣帽间呢也是非常的大，配有标准的托尔的这种衣帽感，如果你住在这边的话，后期也可以安排一下做橱柜的这个衣帽间的升级，不要跟建商做，建商做一套衣帽间大概要10万美金。这个户型的设计呢，二楼是利用了各种空间的巧妙，那二楼这边呢是有一个阁楼空间的，因为整个的楼廊是从回
一字形，所以说每个空间的隐私性非常的好。二楼一共四个套房，主卧在那边，然后前面是观景，后面三间卧房呢就是在这两个角上了。样板房那边的这个 loft 空间，它加了一个额外的玻璃门，做了一个功能分区哈。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在这个空间看电视，或者是带娃做一个游戏室的话，使用起来应该不错的。那这个 loft 旁边的正窗呢，是对着刚才我们在前面看过的山坡的景观。带到社区收盘之后呢，那边山坡也会做上一些绿植，所以整个小区看起来呢会更加的漂亮哦。不少朋友们呢买了 3T 的户型，今天终于得以一件真正的托尔现房新房交付，在此呢也恭喜两位屋主喜得托尔山顶大 house， 也希望我们呢能尽快的帮屋主找到一个靠谱的租客，租到一个好的价钱呢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，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